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今天还是做野菜。这种野菜做菜团非常的好吃，错过这个季节还要等一年哦。野菜切碎，放半勺盐，少许十三香、鸡精，一点碱面，搅拌均匀，加点面粉，让野菜均匀的裹上。团成团，篦子上抹点油，把菜团摆放整齐。上锅蒸15分钟，菜团做好了，闻起来有种说不出的香味儿。野菜团做好了，蘸点料汁儿，非常的好吃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做，也请大家关注我，咱们下集见。